大家都知道她是万里的饭桶，是最漂亮最欠卡的女强人。她跟王三河离婚了后，把人一半的财产都乌合走了，这三十年来还没让自己的后生看她的老爸了。现在竟然又走回来跟我们哥哥弟，又跟她后生来抢永氏集团的财产，这个事情新闻都没报，所以你都不知道，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女人的真面目。我就是永氏集团的头家娘，今天我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来跟大家提醒，这个女人真恐怖，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能相信。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啊！那无，哪有法度去交到你遐尼啊骄傲的后生啊？你是人啊！你果然参照我所想的，这尼啊卑鄙，这尼啊阴险，但是这个囡仔都是你教的哦，因为我有一个好老师啊。就是你啦！三十年前，
你不是用同一招在诱拐我的翁婿，自己得不到幸福，就抢别人的。你真正是人无体，天下无敌啦！你哥哥是我的，你哥哥。哎呦，你不能安尼啦！你别拿去，你别拿去啦你！但是你这嘴皮，我已经等三十年啊！你怎么两个？你把我揪掉的，是我怕害羞。这本来就是咱欠伊，该还的就爱还啦。你的意思是我欠怕害羞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哪里？你拄则怕我？你扇我一个嘴皮，你替我掏空刀啊！你该怕的去，去扇伊一个嘴皮啊！给你死出去！你爬！美娜！你爬！美娜！美娜！爬！当年美华那是去顶头流落来，你即摆还是爱叫伊一声大姐呢？你逐天还泡茶哄待伊，讲一句较无输赢的。你即摆享受所有一切，拢是美华让你的，你搁无满足？